傅你好。你好你好。师傅能听到吗？听得到，讲吧。能听清楚哈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师傅。今天弟子的业弟子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请讲吧。师傅一给你打电话就紧张的。不行。师傅今天有一个关于放许愿放生的问题想请教师傅。前段时间博客上刊登了一篇5年放完10万条鱼的分享，很多同修看到之后呢都很感动，经济条件允许的师兄呢有的也许愿放生10万条鱼或者5万、2万、1万等等，都加大了自己的愿力。请问师傅，是否可以许愿20年放完，或者30年，甚至可以许愿余生放完，就是把放生周期尽量拉长一些，以后如果条件改善了就提前放完，这样许愿可以吗师傅？实际上你只要用不着讲的这么仔细的，你只要讲多少时间里放完就可以了呀。具体放多的少的话是他自己安排的呀，明白吗？就是说这样许愿可以是吧师傅？不要去讲这么仔细，就是说我准备放多少多少条鱼，你不讲时间嘛，你就自己慢慢放了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也可以不许时间，也就是说。懂了，师傅。那师傅，师傅曾经开示过，有愿力菩萨才会管。那师傅，许愿放生10万条鱼，算不算一个大的愿力呢？都是愿力啊，这个当然是大愿力了。其实菩萨不会，不是不管你，你愿力太小的话，你菩萨听不到啊。是你自己本身的能，你自己本身的能量不够呀，不是菩萨不想听呀，明白吗？懂。那几万条鱼以上就算是大愿力了，师傅。根本不是论多少条的，论你自己的情况。比方说你很穷，你可能放100条，你就是大愿力了。明白了吗？懂了师傅。菩萨不是不是势利的人，他们是菩萨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师傅。那如果跟菩萨许了这个愿之后，是否相当于在菩萨那里做了登记备案，以后如果没有大错，在行愿的这段时间里基本不会有大的风浪，也就是说死不掉了，即使有难，因为我们除了念经做功德之外，还多了一个放生的大愿力，菩萨也会格外的慈悲我们，有可能会遇到情况会替我们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是综合性的，综合性看你这个人好不好的，并不是说你做了点事情帮你存在那里，那你在做坏事呢，他帮你消啊，不可能的，就是一个综合性对你的人的评估，听得懂吗？你比方说，你比方说，你铁吃了多少，你饭吃了多少，你这个菜蔬菜吃了多少，它是综合性，营养上升，身体给你有营养的时候是综合性的，并不是说你吃的鸡蛋的营养放在那里，你吃的其他 protein 的那个营养放在那里，并不是的。你比方说你吃的蛋白质啊，维他命 A 啊，维他命 E 啊，它不是，它是综合性合在一起让你长出来肉的。也就是说长出来长身体这个肉就是你综合性的，你的业障或者你的善或者你的恶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师傅。那都放生是一般来程度上都是给我们延寿，那我们要是许一个相对较大的愿之后放生多少条鱼，那我们在这个行愿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我们是不是相当于变相的跟菩萨求延寿了呢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寿不长，你如果做功德就延寿，身体不好菩萨就帮你消身体，他并不是说你求什么就灵什么的，他是根据你综合性，你身体上的那种业障啊，灵性有多少啊，有的是需要先消掉业，那么你今天就太平了，那么然后呢再帮你治身体。所以很多人求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不灵，其他事情倒蛮灵的。很多人跟师父说，哎呀师父我求这孩子能够成功，结果倒没有，自己身体倒好起来了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师父。好了，听懂了啊师父。那在这个分享，这个分享的师兄啊，他放完10万条鱼以后就梦到自己考上了天界的学校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天上每一层都有学校吗？不叫学校，学佛呀一样的，要什么学校？
你学佛，你在大家一起学，在天上做天人也要学习的呀。一边在享受，一边在学习呀。只是他们享受也有的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那曾经有另外一个同修，他分享啊，说梦到自己爬阶梯，感觉就像上山，一排一排子都是大学，有的学校很高，就像中山陵那样要往上爬。这一排大学里面有北大，有清华，也有稍微档次低一点的。然后门口就站着我们的义工啊、佛友啊，那些同修，那位同修当时梦里就想，哇，我们这佛友学历真高啊。请问师傅，这个不同的学校是不是代表每个人修行的这个层次不一样呢？你说呢？我认为是的。好了。就是他们的境界应该不同。那当然了，什么样的学校嘛，就是考上什么样的学生呀，没办法的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，就是这个师兄还分享，说他放完十万条鱼之后，犹豫着要不要再许第二个十万条鱼的时候，就梦到重新回到高考现场，然后被告知如果能再放十万条鱼，北大清华任你选，人生的命格彻底转换。请问师傅，北大清华任他选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他的修行境界提高了呢，还是指他的福报增大了呢？两者都有的呀。又不是你选嘛，就是说福，你当然考上这种大学，你不是本身也有福气的吗？明白了吗？相辅相成，就是是吧？对呀，正能量的，都是正能量。那个同学还在分享里说啊，放到七万条左右的时候，梦到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同时出现，告知同修，你的苦都吃完了，今后再无苦难。请问师傅，放生十万条鱼真的这么大程度改变命运吗？改变命运是肯定的，但是菩萨不会告诉你你的苦吃完了，你只要在人间就必须吃苦的，这个有可能他是臆想的，菩萨绝对不会说这个话的。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的，他就算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可能是假的，菩萨不会说你的苦已经基本吃完了，说基本吃完还有可能，说你的苦已经吃完了那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那一定不是真的观世音菩萨。这样。那师父曾经开示过，放生一万超出八难，放生五万免堕沉沦，放生十万极乐国土。他这个情况，就是他放生了十万之后梦到了考到天界的学校，这个和极乐世界还小遥远，就是说他要继续努力。那他是因为功德不够呢，还是前世的业比较重，或者是今世的功德有所漏呢？怎么没有就是放生十万极乐国土？他要跟你不做坏事吗？你当然到极乐国土了呀。问题他还在做坏事的呀，他人间不好的杂念呢、人间还有业障啊，他一边在放生，一边在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你每天骂人不算的，撒谎不算的、你五戒里边你做错这种事情不算消你的福报的。懂了，这个、师傅，也就是修行还不够圆满，然后其实我们就平常还有漏功德，还有漏是吗？师傅，就是一边漏一边工做功德呀，保个平安呀，就保个平衡呀。懂了，师傅。